此前每每登上坎城红毯，却被保全人员无理对待，疑似种族歧视的恶行，不只有润娥是受害者。当天许多亚裔非裔女星、网红模特儿或是名人，在坎城红毯都被保全人员粗鲁的驱赶或是发生争执。而乌克兰模特儿兼 MC 萨瓦庞蒂斯卡直接硬起来对坎城影展委员会提起诉讼，声称她因为在红毯上被保全阻挡而遭受精神和身体的伤害，要求赔偿10万欧元，理由是该事件不仅造成精神和身体伤害，还造成名誉受损。这个消息让润娥的粉丝也觉得他的经纪公司可以向坎城影展提出控诉，或者至少提出不满的警告。作为乌克兰 MC， 勇敢对抗种族歧视，也获得粉丝网友的支持。